17号，不是心灰灰团队，但是闪亮之星嘛是会到啦吼。哎，因为17号，哎，美美休困，吼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位帅哥跟我们两位美女一起，所以一样，在文化 A 点闪亮之星精华再组合，相对对，叫大家万年富贵。哦，这个讲就好听的话啦吼，哎，咱过年吼，甲佫讲到佫较好的，拢会使啊。这随时结婚拢会当讲这句呢，唔免结婚啦，随时的丢数拢会当讲。拢会使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。对啦，只要是吼，咱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啦，对哇。啊，恁的婆媳较食水嘞，对身体较健康。对哇，但是我即马无听到婆仔声呢，婆仔声讲无听到啦。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虽然无唱歌嘛，同阮吹一下吼，婆仔声同歌来一下。对啊，阮两个嘛直接讲来去哪里，直接就人诶呢，人就去。对啊，无啦，因为吼，阮诶即马小可有点 miss 掉吼，所以没关系。这个时间吼，甲大家再次贴心小叮咛，下个礼拜五晚上。小周末17号的夜晚，民族楼高，我们在文化 A 点，会记得哦，记得要来照亮唔对哦，唔通照唔对场哦，来哦，今天要为你嘴破声甲吹落去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有人要跟我合唱呢，来啦，为着要醉吼，免刷音响，落沙盖啦。我今仔我赚十块啊啦。我想要跟吹姐。掌声在哪里？谢谢，谢谢你们了。主持人哈。
谢谢美味。